作者呢是一个德国的中国通，就嗯。是所谓中国研究的专家，他叫做 Thorsten Petberg。嗯，这个人我其实以前就知道了，但是我一直到上个礼拜才注意到他其实写了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呢是用英文发表的。但是我到 Amazon 去看了以后呢，觉得很可怜，因为没有人买。他是去年出版的，但是根本没有人买，连一个评论都没有。但是这本书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因为他自己就是德国中国研究这个学业出身的，所以他完全了解这个美国是怎么强迫德国的这些所谓中国专家在新疆的这件事情上面撒谎。他把自己的经验写下来，他解释了德国的这些学术文化媒体界是怎么样被美国人强迫着撒谎。然后我刚刚不是说过 EU 自愿的舍身喂鹰，这其实是佛教经典里面有的没案错，例没嘛，错，刚好就是舍身喂鹰这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媒体文化界被美国人完全渗透掌控。那你这里有一个实例，就摆在那里，我希望能够有人大家去传播出来。好，他有翻译本吗？他有中文翻译吗？我现在正在鼓励大陆的媒体公司去翻译出版，好，但那是他有英文，他的书名是什么？不太文雅，叫做 "Shut Your Democracy Up Your Ass"。你听得懂吗？